来看到是大甲妈回銮，昨天晚上来到了彰化市区，没有想到是再度爆发了民众抢轿的冲突，直接和警察对手，连续山坡了中创，还好最后是成功保住神轿了。你争我抢，谁也不让谁，妈祖神轿进到彰化市区，三十几位年轻人立刻上前抢轿，连警察都敢推挤，护轿的警察马上动手还击，爆发第一波冲突。抢轿不成，下个路口再来第二波，这回警方直接架走这群年轻人，再度出手压制。第三波抢救，年轻人与警方贴身肉搏，走在最前头的两伞手眼见苗头不对，立刻拔腿狂奔50公尺，在警方全力护航之下，所幸神轿并没有被抢走，但也足足晚了超过4个小时才顺利驻驾彰化天后宫。中天新闻刘汉柱阿公雅麦 SNG 小组彰化报道。